回れ回れメリーゴーラン大きして止まらないよ。夜幕千托则有新剧，个女主角唔多认得噃。睇真啲，呢个系廿年前嘅木村，呢套系新剧嚟噶，叫《悠长假期》，首主题曲《啦啦啦 Love Song》系久保田利伸唱噶。悠长，悠长，田利伸，条利伸，哇 ，so crazy 啊！啱啱过嘅4月15号系《悠长假期》首播20周年。当年要追剧冇 app 用噶，系靠 VCD 煲剧。山口智子第一集硬闯木村屋企，揾走老新郎啲回忆，翻晒嚟啊！木村当年以长发兼钢琴家角色红爆亚洲，个个仲争住留长头发整木村头添啊！离地三楼接翻弹弹波，仲被誉为系神迹镜头。방법이없진않죠且套剧当年收写，记唔记得过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大结局啊？ Piano 讲收视啊，当年《悠长假期》大结局最高收视达到 36.7% 噶，仲掀起大家煲日剧嘅热潮，亦都奠定咗木村亚洲男神嘅地位添。山口同木村嘅姐弟恋方程式，过咗廿年都仲 work 噶。hit 爆韩剧《星星》同《太阳》都系玩紧姐弟恋噶，着婚纱跑街嘅情节，连韩剧《急诊男女》都有参考噶。而且套《悠长假期》仲好似系巨星摇篮咁，除咗木村红爆，当年主演噶仲有型男竹野内丰、嫁咗人做妈妈嘅松隆子同埋广末凉子等等。至于山口智子同杜心泉，依家时不时都有拍剧噶。気が止まるくらいの甘い口づけをしようよ。呢几日 Facebook 狂碌嘅主题曲，仲有广东同埋国语版添啊，劲啊你！我估套剧咁 hit 系因为个个打工仔都想 long vacation 啊。